到酒店了。说你的感想，地图in台北。啊，你冷吗？不冷。我已经开始住。香了。看爸爸拍的。Welcome to Taipei Elite。鳄鱼叫什么？鳄鱼叫什么？Lacoste。鳄鱼。拿一个 Lacoste， 来拿一个 Lacoste， 一人拿一个 Lacoste。这个不是，哎，是那个是 Lacoste。就是你的 Lacoste。我拿这张吧。一人拿一个 Lacoste。Ace。哎，还有一个哦，妈咪的。HV number one 鸡饭。
他有种很多的那个樟木，你知道樟木是吗？我们做那个在厕所里面，比如说白白那个樟脑啊，樟脑丸吗？啊，对，不错，樟脑丸，还有那个樟脑有提神性的吗？以前在这个地方就种很多这样的树，那这个树呢，本来以后我们台湾人把它拿来干嘛？做提炼成精油。停前那个像樟脑啊，樟脑可以做药啊，做樟脑丸、樟脑油这些。那他在这里，他要提炼这些树木，他有那个大的锅炉要去烧，十个锅炉叫做一分，所以这里有100个锅炉，哇，所以叫做十分，所以这就叫做十分。那这里除了产这个樟树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产煤矿，这是 coal 啊 ，yes 是 coal。对，这是很我们台湾主要的发电，现在还是烧这个，但是我们的煤已经这里不能采了，就是它完全是进口进来。以前这个地方都是产很多的山里面都是产煤矿，都是在这里。还有这个铁道，我们在九份上面有一个金瓜石，金瓜石那里产那个黄金，就是因为它在产那个黄金，在198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矿灾，塌下来之后死掉很多人，所以台湾现在都没有再采矿。哦，这以前过去它都是国宝级的。对，所以十分这个地方。那九份那边呢又比较不一样，九份是因为它有十户人家住在那个山上面，那在过去山上物资不发达，所以他要领政府给他的补给，那他就要到那个从山上到山下来到区公所去领补给。然后呢，他一次都是九个人，他要来拿九份，所以那个区公所说：“哎，拿九份的人来了，赶快拿九份的物资给他。”所以就这样就叫成九份。那人家以为九份跟十分是在一起的，其实是不是一样的？一个是东，一个是比较北。都在东北，但是这里十分比较东，在山里面；九份是在海比较东北，靠着比较海，所以是不一样的山头。所以我们到那边去的话，就可以看到。来，我们往里面走。那这里就有一个台湾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瀑布，宽40公尺。哇！好，我们待会到前面去看。好。很热闹的，这个麻薯，你看整条那个火车轨道都全部都在放天灯。好，人血命，好什么？啊哈，好什么？哎呀，你的笔画哦，真的是。我天，这个。大哥讲什么的？
海鲜，我们要去吃海鲜啦！还有火车哎，还有火车哎，还有火车要来了，还有火车，还有火车！你看，整个天都是天灯。再来求。